好朋友们，早上好啊！今天准备回青山呢。我妈家的柿子，我看视频都把秧都给薅了。我妈头一年种柿子种的这么惨，完今天给我妈带点柿子，还有昨天包的包子啊。一会儿我们就该回青山了。她今年种的柿子还是比较不错，阳台那个大的留着做籽儿呗。我妈家柿子今年就不行，都拔秧子了。我说今天回去给我妈带一些。对呀，那个大柿子我就说做籽儿啊，这个大柿子哈，等会我称拿下来，我说称一称，我觉得得有一斤。这是叫地拉锅给吃了。看看啊，咱们这一颗秧上结了多少柿子？看这一颗秧上结这堆，哎呦，这个给它摘了吧，又是个大扒拉柿子，看，最讨厌这种扒拉柿子，看看咱家柿子，这种扒拉柿子你一切它们。切不了啥玩意儿，看看，摘了这么多西红柿，也不能摘太多，咱家还有好多呢，你看，不能摘太多，摘太多了一下吃不完，放着都坏了，嘟噜的，你看给它包子吃，粘它得吃馅儿呢，你看，它也不撒，你看这狗，要说什么都是，无论是狗啊人呢，是越吃越馋呢，越呆越懒呢，真是一点都不假，拿这柿子。拿的包子，这送礼来了。妈去做核酸去了。选哪个你俩？不知道呢，就是在这个和这个中间选的。这个不挺好看的吗？这个脸长得太小脸。啊？它不像人家方方脸，它是个小长。那个狗好看，那个狗小长。这个胖子。这个好，黑的好。这个也好，对，就这个也好。大黑胖子。啊，带个小花的呀。那小花，那就要那个呗。啊，大黑怕，还扯驴子呢你啊！反正都小公狗行，小公狗留一个吧。啊，要这个大黑胖的。啊，要小花还要大黑胖？这个胖，这个。我也喜欢小花，但是这个脸尝尝脸不像人家。你看这个不也行？等再长一长。嗯，再长长就能看。这干啥去？同学聚会。今天我们同学聚会啊。可好意思，同学聚会，天天的朋友聚会，同学聚会。中午刚喝完。那都成酒仙儿的。那人家白菜长得多好，板正哈。你看人辣椒的有。少喝点今晚啊。嗯，看人辣椒好。喝一天。你看那个老醉鬼还没回来呢，咱们在这出去偷摸看看天，反正有点黑了，出去看看他在那训狗呢。不服，哎，不服你就打他，还不服？哎呀，我的妈！你不喂人吃的？来，你完了，你说服还是不服？服不服？喝水。你看，这个老醉鬼跟狗干上了，你看。还跟我犟。你看他放地下打他都不舍得打他这狗，他还在那儿，服不服？你看服不服？我问你服不服？我说我回家都半天了，这个人怎么还不进家呢？原来是服不服？你是打叫你做就做，叫你做就做，你怎么只要有人给你放，你就看看这老醉鬼跟狗干上了今晚。锤！你俩在这好好玩吧啊！我回家睡觉了啊。嗯，好。拜拜啊！好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啊，明天见。感谢观看，感恩关注。